天哪，我祖宗这么牛吗？我终于可以变好看了。谁？子叔啊，祖宗你好。叫魂呢？原来我太姥姥是个大美女，我怎么长这样啊？看什么看？你真漂亮。我那容貌多少能跻身江湖一流之列。您说我美吗？你好丑啊！你这个脸呢，太过于扎眼了。你也这样觉得？所以易容是有必要的。这钉子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骨相，比如说鼻子、颧骨之类。不过猎物待在身体里久了，总会是不好。没关系，你给我扎好了就行。哎，别动！干嘛？电臀的。我好了。傻呀，你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间了。没事，这城里的姑娘一个个对您一见倾心，您怎么烦心不动啊？想要知道，现在跪下叫一声祖宗，我就祖宗。阿炫。太老爷，管好你的眼睛。你不会聊天呢？怎么？你是谁？其实我是你的外太孙。咦，找面镜子照照你自己去。我祖宗那么好看，我为什么那么丑？见了鬼了？那你学不学啊？傻小子，我这张脸啊，那可是我们阿旭的杰作。是吗？真面目嘛，可就不一定那么好看了。真爱，绝对是真爱。你那傻徒弟的饭量能抵上我俩捆在一起吗？我的模样还有机会吗？练成我这个样子问题不大。我想再试试。